一般在公共的场合或正式的场合，比如来讲开会啊，或者是受到其他的这个同事啊或者亲朋好友引荐给其他人的时候啊，一般还是会用先生啊、小姐啊，或者是夫人的方式来介绍啊。非正式的场合虽然没有用到，但是除非说是很亲近的朋友，还是最好是称呼先生、小姐或者是太太一般是通常除非说是朋友，否则的话通常不能直接在任何场合叫他的 first name 这样是比较不礼貌的。